去那个和平路那边。本分局近期受理超商窃案，经专案小组掌握市政，锁定犯嫌后，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吉安乡一间营业处所，现场查获犯嫌四名，并查扣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3小包，重约50公克，吸食器二组等证物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了，小声一点呗，你这可吓死谁了？来，手机哥。全案依窃盗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。